每日亲近神，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得着亮光。出埃及记第四十七天，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一至二十二节，甘心乐意的奉献。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会幕是神住在百姓中间的表征，对于以色列人的信仰以及他们与神的关系有深远的影响。会幕共有五个名称：圣所表示是圣洁的，帐幕原意为居住所，表示神要与百姓同在，神要借着帐幕在以色列人中彰显他的荣耀，让选民知道神与他们同在。帐幕原文指其形状而言，与百姓所住的帐幕相同。会幕原意指相会之幕，神说我要与你们相会。见证之幕，中文译法柜，原文即见证之意。所谓见证，是指神给摩西的两块石板上面有神所写的十诫，换言之，是神向人宣告他旨意的地方。会幕的蓝图是绝对不可变更的标准，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是神屡次向摩西说的话，因这样式里面有预表的意义，皆应验在基督身上，所以绝对不能更改。以色列人乐意奉献材料，神呼召以色列人甘心乐意地奉献建造会幕所需要的材料，捐得乐意为神所喜，同心合意地尽个人本分，使神欢喜，使己蒙福。在神晓谕建造帐幕中，第一件事法柜，因为这是神同在的象征。日后他带领以色列人往迦南地去，
也带领以色列军队作战，是神晓谕旨意的地方。法柜在旧约中有不同的名称，柜，耶和华的柜，神的柜，神的约柜，主耶和华的柜。神应许要从云里显现在至圣所中约柜的施恩座上，大祭司每年要进去一次，用血洒在施恩座上为百姓赎罪。法柜预表基督，材料用皂荚木预表基督人性的卑微与坚忍，金子预表基督的神性与信实。施恩座原意是避罪座，避罪之后才能蒙恩。施恩座上有二基路伯，代表神的荣耀和恩典与以色列人同在。神在二基路伯中向以色列人说话。法柜内放有法版，后来又放入玛拿和亚伦开花之杖，预表基督是真理、生命、道路。求神使我的心看重你的同在过于一切，使我甘心乐意献上当纳的，更因为你是真理、生命、道路，我可以借着你到神面前。导读神的话，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阿门。主啊，是的，当我们有愿做的心，主你必按我自己的能力来成就美事。主啊，请你帮助我看到你所赐给我的一切，帮助我愿意慷慨的付出，惠及他人。Amen。 Amen。 是的，主，你悦纳我们愿做的心，照着我们的愿意，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所需要的，超过我们所思所想。求主帮助我甘心乐意的奉献，欢喜快乐的助人，不为得人的夸赞，只是单单为了讨神的喜悦。Amen。 主，是我们就要讨你的喜悦。主，是我们真知道我们有一个愿做的心，而这个愿做的心就是要成为合乎你所使用那宝贵的器皿。Amen。 主啊，愿我们都能够成为合乎你所使用的那宝贵的器皿。主啊，你喜悦我们全心全意的付出，不计多寡，因为我们若有愿做的心，你就必大大加添力量给我们，特别是在我们有能力有限时，你会更喜悦我们按着自己的能力甘心乐意的付出。 Amen。 Amen。 主啊，是的，你说人愿意做心必蒙悦纳，主喜悦我们乐于奉献自己的金钱、时间、精力去服侍主、帮助人，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乃是你赐能力让我们去经历你的大能彰显，领受你的恩典与祝福的降临。感谢主。 Amen。 主，愿你恩典就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真的向你说，我们要成为悦纳的人，是合乎你心意的人。主，因为在你里面，主，当我们合乎你心意，你所给我们的一定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主，谢谢你，这是我们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愿神祝福我们。